非常高兴今晚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吧。因为我就和可能所有同学都差不多，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就是喜欢做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开始学习摄影。所以呢，我这个也不多说了，就开始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片子吧。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问我。如果回答不出来，我事后再尽量回答。好，就这样啊。等一下。OK，这个题目呢就是常见鸟的拍摄经验分享啊。那这个常见鸟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你天天见，所以的话，你说好拍呢也好拍，说不好拍呢也不好拍。好拍就是经常能看到，不好拍呢，怎么给拍出一点新意啊？不同，与众不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些关键问题。这次讲座呢，我先分四个部分啊，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片子，就是显示一下，就是。然后呢，有机会呢，我谈一下关于这个照相机和镜头方面的问题，但是常见的一些问题，也是初学者啊，或者是学到一定程度的话，都要关心的问题。最后呢，一些前期的准备，最主要是对相机啊，对。拍摄对象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前期准备，然后呢，我顺便也稍微提点后期，后期不是我的非常强项，我大部分片子是后期有一点，但是做得不怎么好，所以的话，尽量再把前期做好呢，那后期就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这个呢，是我们德州的常见鸟啊，几年前搬到这里 Look, Claire, look at the bird on the TV. 了，几年前 It 搬，looks at TV on the bird. 那个我听到有回声，不知道谁在说话 那个几年前搬到这以后呢，就发现呢，夏天呢经常有这种鸟，尾巴特别长，飞起来呢非常轻盈，就飘飘欲仙的感觉。所以我特别自从那个事以后呢，每年都在追拍这个鸟。这个呢。英文呢是它是 Scissortail Flycatcher，中文呢说实在的我也读不好，我就不说了。这同样的鸟，这是它这在空中抓捕这些昆虫啊时候非常灵巧。这些片子呢，大部分都是原是稍微做一些修整的原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后期。这张也是同样的 Flycatcher 啊。拍摄这种鸟呢，有个稍微的小诀窍，就是角度要恰到好处了，也不能太高了。你平时刚开始拍鸟的时候吧，总是拿着相机对着天空拍鸟的肚皮，但是拍到一定程度，你发现呢，最好呢一个，可能最感觉最好的时候呢，是你和鸟有对话的时候，眼睛对视啊，水平线在同一水平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可能这样的效果更好。像这张呢，这个片子呢，鸟儿刚刚起飞，从地上起飞出来，所以的话，它离地面可能就不到1尺。那个时候呢，我就得趴在地上拍才行。另外呢，这个鸟的飞行方向呢，这是也是不可预测的，你直接试了，多试呢，有时候侧飞，有时候正飞，有时候就冲着你飞过来，像这一张，所以的话，多拍运气就来了。另外呢，拍鸟呢，除了这个一般的拍清楚以外呢，还尽量有些小故事啊。像我们在德州的话，这个铁丝网到处都是，所以的话呢，这张鸟呢，正好是从铁丝网一起飞以后，我给它起这个名字呢，Split Second，正好那个尾巴也张开，从铁丝一下拉开了，你一看感觉到就是有点那个意思。有时候呢，除了顺光以外的逆光，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光线在那透过羽毛的那个颜色呢，也非常美。所以它
逆光照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类别。除了单鸟之外呢，这个鸟之间的互动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呢，拍这种互动的鸟呢，由于小点难度，为什么呢？两个鸟呢很难的在一个平面交平面上，所以在这次这一张呢，碰巧呢，我知道它快要来，在那个附近飞了，快要落地了，落在那个篮子上了，所以的话，一般我就和走到这个垂直的方向，所以的话，它两只在同一交平面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像这一张呢，也是同样的鸟在两个空中打斗时候，说实话也搞不清楚他们是打斗呢，还是在那个 kiss， 所以我就给它起那个名字叫 kiss in the air。这张呢拍摄的距离比较远，所以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构图呢非常难得，两个鸟的嘴正好是碰在一起，形成一个很漂亮的 S 型。但是呢，因为太远了，那个清晰度不怎么好，我只好把它做成一个油画型的，供自己收藏吧。这个呢，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 Eastern Bluebird， 也是我们那个常见的鸟之一。拍摄这种鸟呢，实际上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是它的速度特别快，飞起来。另外呢，它特别怕人，所以最好的时机呢，实际上就在他们那个繁殖期了，筑巢啊，抚养 baby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相对容易接近一点，但是呢，一般的时候也保持足够的距离，不要影响它的自然的生态，生活习气啊。同样的，和前面的那个 flycatcher 一样的，拍摄这些鸟呢，主要还是考虑到一些视角啊，尽量呢平视啊，像这一张几乎是正对过来。像这蓝鸟的话，这个颜色比较蓝一点的话是雄鸟，刚才那个我看这张呢淡一点的是雌的。你可以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比如说正面呢、侧面呢，这都是不错的角度。另外呢，光飞呢有点单调一点，最好的鸟呢在有些什么活动，比如说捕食啊、打斗啊等等，这个就增加小小难度。因为现在确实拍照太容易，手里大家手里都有相机，并且都非常高级，一听下去十七八钟就出来了，所以的话稍微要有一点与众不同，这样的话自己你会更喜欢一点。这张也是同样的蓝鸟啊，这张呢它跳起来就像那个，我想看过，在我想象当中就像一个武术一样的腾空而起啊，所以那个然后往上踢的感觉，所以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另外呢，在这种鸟的时候，拍摄这种鸟的时候呢，速度呢较快，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可以控制。你可以完全非常高的快门速度把它拍清楚了，也可以控制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眼呢主要部位清楚，翅膀呢其他的部位是虚的，这样也有一些增加动感和变化。像这一类呢，就是拍肚皮，实际上看起来是拍肚皮，实际上这个不是对着天空拍的肚皮，是那鸟俯冲下来侧转身时候拍到的，所以那个看起来是像对着天空拍，实际上这个也不容易，所以我给它正好两个鸟翅膀张开了，是吧？我就 open arm， 非常欢迎的呢。OK， 在显示了几张鸟片以后呢，我开始慢慢的谈一些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设备问题啊，这个那我主要呢我也不是专家，就是自己在用不同的相机，我用的是佳能，哦不是，弄的尼康和那个索尼啊，所以的话有些感受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对相机来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呢，拍鸟呢是要对焦要快啊，那个。然后呢拍摄速度快一些，最好呢是其实 full frame sensor 说大一点，这样噪声会低一些。为什么噪声低哈？不但是画质好，对对焦速度也是很挺有帮助。然后呢
区分高端和低端的镜头相机的，除了这些指标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weather seal 就是防尘、防水等等。实际上，我的几个相机都是被水给弄坏了，所以这个挺重要。你拍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当心就上水了。所以呢，在野外拍的时候，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看起来吧，平时不大注意，实际上这个拍的时候非常重要。另外的这个相机呢，也是需要比较容易使用，只是这个包括大小，包括那个它的 interface button 啊，所有键盘啊等等啊。另外一点呢，自己拍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那个快门的噪声也挺重要的，有时候在耳朵旁边听到一个。很自己相机很享受，觉得挺难为情的，所以的话，尽量的现在好一些了。现在有那个无反相机的话，几乎没什么噪声的。那个常用镜头呢，实际上呢，大部分时候呢，理论上说从300到600可能是比较常用的，但是我自己呢，大部分是在400到600之间。所以呢，对这个镜头的要求呢，除了这个焦距以外呢，实际上呢，最关键的还是要清晰度要好。就是说，这样你可以数飞鸟片，很多我们的鸟人都喜欢数毛，所以的话，这一点特别重要。另外呢，对于光圈呢，也有些要求。当然，光圈是有代价的，比如大光圈 F4 的这样的也比较贵了，是吧？但是呢，光多呢，你有很多优势，一些画质啊、对焦速度啊等等。都有一些优势，但是呢，也有些缺点，比如你调整这个焦距的画面的构图的这个变化比较小。当然，同样那个镜头也和那个相机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要环境保，就防尘、防水等等，一定重要。除了这个之外呢，电池啊，也很多现在好一些，早的时候有的电池，有的相机电池拍个一两百张就没了，现在给我可以拍好几百张，如果再加个附加的 Grab 的话，你可以拍好多。那个 memory 卡也挺重要，有时候一拍一拍，你就发现老的时候拍个每秒3、4幅，没有什么感觉，你要拍每秒20幅以上的，你就发现那个卡的速度特别重要。现在呢，一般是可能90啊到300、400 meg per second 大概比较常用的。但是现在相机速度也快，这个 resolution 高了，所以它对卡的那个容量也要求高一些。早的时候是32，现在大概64、128 GB 可能是需要的。另外呢，拍鸟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有每个人有不同的 strategy 了，像我呢喜欢等，有的人喜欢拿着相机走，就是我看的那个拍的那个通过拍那个白鹭和小大白鹭和小白鹭之间的这个习惯，就发现有大白鹭呢不怎么动，它在等，小白鹭经常沿着水边走，所以不管什么 strategy 都可以，只要自己习惯就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走，你可以。是吧？拿个沙滩椅之类的坐下来，静静的等也是挺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自己的 personal protection 的。这样的话，比如夏天在德州特别热啊，什么 sunscreen、box spray 也挺多。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呢，可能你还需要一些，在可能德州还可以带一些枪，有时候可以带一些枪支之类的啊，保护自己。另外是一个 location 是吧？这我这是 location 呢，是比较笼统的。一般我是拍摄地点之外呢，实际上还最主要是一些 lighting condition，早上啊、晚上啊或者中午这种，什么时候拍鸟都能拍，但是我还是喜欢早晚，那光相对说比较柔和，另外的反差也小一点，这样的羽毛的 detail 容易拍出来。拍摄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环境啊，比如水面，有时候在水面拍的，水面的反光、水花之类的，和岸边的树啊、树荫之类的，有时候一个很白鸟，在一个很深的这个树荫里面拍出来，反差特别舒服，这样看起来容易好一点。因为在很亮的水花旁边的话呀，确实以后前期也不好干，后期也处理起来特别难。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视角啊，就是说尽量的。和这个鸟呢，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的话，你要在水里拍的话，有时候你要不然坐得很低，要不然你有的人可能索性就走到水里了。
所以呢，我自己还没试过，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也挺好的，会。另外呢，也注意比较拍摄的条件呢，有侧拍的是吧？一些侧飞的正对飞过来的，但是一般很少去尾追的，所以的话，这个也是拍摄时注意的情况。像我们的话，刚刚我提到水位呢，像这和我们在的，主要是我们当地德州这个附近的，我们这个有几个水坝，所以呢，水流速度和对那个鱼啊。鱼的流量有关，数量有关系，这个导致的鸟的这个捕鱼的数量和这样的一个频率，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因素。我们在我们你要是在当地的话，我比较能容易找到的地方就是 Lake Louise 这个地方，Lear 是吧？还是 UTA Southwestern Hagman Wildlife Refuge 看到的，这几个地方都不错的。啊，最后呢是一个天气问题。算天气呢，一般的时候见到天气好一点呢，可能光好，容易拍一些。但是实际上呢，有时候天阴点呢，拍白鸟之类的或其他鸟，细节可能也容易拍得出来，所以不见得是坏事。当然了，在光不好的情况呢，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对你的 aperture control 了。你如果光不好，你再放的很大的、很小的 aperture 的话。可能你的画质啊、聚焦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一般的呢说呢，一般的镜头呢，我们都大家通常是有一个 sweet spot 是吧？就是说在一定的叫那个这个光圈条件下呢，你的镜头和清晰度是最好，比如说 F8 到 F11 左右。这个呢，当然是也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呢，可能我对于不知道的人，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啊。对这个，对一般的镜头来说，这是一个光学器件，是吧？你要在那个，当你把那个 aperture 关得很小的时候呢，有个光学衍射，是吧？这样的话，一个点就变成一个斑，变成一个斑上两个相邻的点呢。这两个点就变成两个大班子，这很难区分谁是谁了，就变成一家人了。所以的话，那个时候呢就没法区分这个是光 aperture 大的时候。但 aperture 很小的时候呢，大光圈，你比如好像说也，既然是大进光量大，应该对画质应该也好，是那个进光量大是好，但是呢，进光量大对光学器这个也变得。有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光线不再是近轴光学了，变成远轴光学了，是吧？在边上的光呢，很难就是要不然聚焦在焦平面前面，要不然在后面，等等。所以这个这大光圈造成一些这些毛病。如果那光学表面再加工不是 perfect，也会产生其他的缺陷。所以哈，导致了一般来说，所有镜头可能都有一个 sweet spot 的，就在 F8 左右到11左右。好了，那现在呢，我也转回来再看看我们的常见鸟，另外一类，这个是我实际上这个我感觉的是 Cooper's Hawk，但是我也吃不很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比较前院后院常见的鸟，但是常见鸟的拍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像这张呢，我喜欢的是主要是这个鸟呢，它的脚呢，你看的非常 spiky。和那个树枝呢相互对应，另外呢，这个树也是非常 spiky，另外呢，这个脚呢几乎是 almost in contact，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我说很多看那个做油画做这些方面，有时候就在真正的接触上了以后呢，你不希望两个不同的这个 composition 之间有太多重叠，是吧？现在让我想起来另外一幅油画，不知道是还是米开朗基罗的油画是吧？叫《Creation of Adams》，Almost in Touching，就是上帝的手啊，几乎是接近的和人的几乎刚刚接触，还没有接触。像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 concept，比如说你像两个电荷，正电和负电荷两个接触的时候，你真正靠近的时候是力量最大，真正接触以后没什么。就中和了，是吧？所以这挺有意思，想想回去。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这个构图啊和那个环境相互作用之外，你还有角度也是。像这
像这张呢，是一个音呢，挺有意思。实际上，我拍这一张呢，已经是观察过好几次了，就是发现这些鸟呢，这个鹰呢，它一般从树上在高的位置看到地上有蛇啊、有鸟啊、有老鼠之类的，翻身而下。所以它那次呢，我碰到看到的时候呢，我在后面会更详细再说一下。正好在树上，这个时候呢，这我就转到逆光的方向，实际上我就想象到羽毛透过光的感觉，所以就转到一个逆光方向，正好连续拍了大概十七八张吧，从一个树到落地的时候，就选了几张出来，这个也同样一个系列的。这个呢，好了，这个猫头鹰这两张呢，可能我们这个达拉斯附近的所有人都鸟帮都知道这两张都在哪拍的，所以呢，我们几乎是这是2年前拍的，今年呢，去年没有，今年也有，但今年长的小鸟，这个猫头鹰呢，没有2年前的漂亮，所以的话，我就还是给它起了个名字。这两张呢，正好两个，一个朝一个方向看，我觉得很像两个卫兵，是吧？你要到欧洲那些皇宫去看看，那卫兵站在门边和他们站的感觉差不多，所以我就起了两个 little gods。这个也是两兄弟在相互动，是吧？这个枇杷露的话，这个是在高岛，几年前在高岛拍的啊。这个同样的，我就喜欢他们刚刚要落到树枝，还没有落上那种感觉，是吧？同样的问题，这张呢稍微有点后期，把那些不呃多余的树枝已经清理，所以呢看着比较单调。这张也是 Osprey，也是同样的，我喜欢这个树枝是原枝，有没有？这不是后期的，这原来就这样。这颜色是后期的，这也是那个这个哈这个哦一啊张开双翅，准备要降落在那个树枝上。这个树枝也是一个像一个手一样的一个 Y 形状，是吧？看你怎么理解，也是欢迎，也是吧？或两个遥相呼应，两个都是 Y 形状。你看两个翅膀张开，和那个树枝要相互对应。除了单鸟之外呢，像那个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这个是我们的叫 Western Kingbirds，实际上我们叫西王，是吧？所以啊，这个是夏天很容易拍的，再过几天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他们那个彼此争夺地盘的时候啊，经常打斗。所以，但这个特别不容易拍，它速度特别快，所以一般呢，在近距离很难。要碰运气，多拍，反正早晚都碰到一次。这个同样是西王鸟，这张呢就是一个成鸟在喂它的那个 baby 了，是吧？这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是给它起了一个 offspring，是吧？你看树上的树枝和那豆角，那个 pears 是吧？这和一些相互对应的关系，都是下一代的这个产生。这张燕子也是大家常见的，在前院后院都是。德州，你看我们这个别的不多，铁丝网特别多，所以又是铁丝网。这张呢，我就喜欢呢，主要是他们那个，这个是鸟妈妈、鸟爸爸，我分不清楚啊。它正好和喂小鸟的时候，在我眼前一晃，我感觉到整个它们就形成一个房子、小木屋的感觉，是吧？在那个铁线上是两个屋顶，一个。所以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Sweet Home。这个鸟片呢，确实呢，除了拍清楚以外呢，还有一些尽量拍一些故事啊。像这一张呢，这个鸟妈妈喂过来的时候呢，拉一个丝在那个之间。虽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bond，是吧？正好一个 parents 和这个父母和下一代之间的连接。在这种方法增加一点小小的故事性。这张呢是我也比较喜欢的，这个是 American Kestrel。拍这个鸟呢，确实这个鸟非常非常聪明，它可以斗智斗勇，所以你跟踪它的话非常难。所以这张呢，碰巧是这个鸟呢在那个抓到一个小老鼠之后呢，
降落在这个树枝上。这个时候呢，这个老鼠的尾巴朝上一甩，是吧？就是一种好像一种平衡技巧，是吧？一上一下的平衡。所以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Balancing Act。这个同样的鸟，在我们有时候这个背景都自然的，有时候德州这个背景颜色和这个鸟你都分不清楚，所以他们有时候就 camouflage 隐身特别好。这张呢，他已经抓到一个小鸟，是吧？所以我们很多鸟帮的比较悲哀，就每次看见小鸟被抓的比较难过。但是呢，这是自然规则，也没办法。这个抓的小鸟从那个草地上。这个呢是。大秃鹫是吧，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秃鹫，长得特别难看。但这张呢，我觉得我喜欢的原因呢，就是说你仔细看一看，是吧，这个树枝开始一叉叉的分开，就是一个树 tree structure， 就是从也是我叫的 bifurcation， 就是说从1到2 1到2 1到2要分开，从木头分开以后，最后呢到那秃鹫呢，秃鹫也张开两个翅膀，也是个 bifurcation，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构图。看完片子以后呢，我们再回过来，我该再说一下这个相机的问题啊。我们那个相机的设定呢，很多现在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一般呢我们拍鸟的都喜欢，要不然做 manual mode 是吧？设定，所以所有这个快门速度、光圈和大部分是自己设定的，有的时候也把 ISO 也设定了。White balance 的白平衡呢，大部分是自动调的。有的人还喜欢用那个就是 shutter 优先的这个，得控制 shutter 速度，然后呢让别的地方自由跑。所以呢都可以，但是呢。就根据你的这个条件的决定，有时候你光不是很好，所以你希望速度低一些，有时候呢你希望拍出一些就是说动感的片子，比如说刚刚眼睛清楚，一部翅膀是模糊的等等，你可以通过控制这个快门速度来调的。虽然这是一些设定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追焦。像鸟包都知道，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连续追焦了，是吧？就 continuous focusing。所以，但是很多相机呢，我们都是用的是有 back on button， 有的时候，但是呢，这一点呢，会方便不少。你一个手按着追焦，一个手按着快门。所以的话，这个是常用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error mode， 这个的话就是说每个人根据拍鸟大小啊来决定，有时候呆鸟的但我们用单点是聚焦，如果拍飞鸟的话，一般的单点聚焦比较难度，我们就把那个聚焦范围扩大一下，有的用89个点，有的用21点，有50点，有的用整个画幅整个 sensor 面都用上，虽然每个人不同，但对我来说，我发现呢，我不需要用很大的范围，因为很大的范围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把不该聚焦的地方，比如树枝啊、其他鸟聚焦身上去了。所以一般我是用比如9点啊 ，group 啊，我是group 是尼康了，是吧？或者中间一小区域的聚焦。除了这个聚焦之外呢，当然你可以，你拍呆鸟呢，你还是选择了可以。改变聚焦点在不同的位置，是做一些不同的构图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所以的话大家反正听过就算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好多次讨论了，就是现在这个相机的这个 sensor resolution 越来越高，大家就开始讨论了，然后那个。对焦那个 sensor 的那个点呢也特别多，最后呢就有个问题，对这高像素对聚焦的这个速度有没有帮助？到目前为止，好像我感觉到听起来，根据像那个 Sony 的新的什么那些和老高像素低像素比，
好像帮助不是很大。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像素高了以后呢，你信息量大了，你的电子这个后话这个追焦系统处理信息量增加不少。所以有时候呢，经常我有时候做个比喻，就像我们早期到那个超市去买饮料一样的，给你两三个饮料的时候，你很容易没给它选择，给你十几个、二十几个，你一下就晕了。像这面临同样的问题，信息太多，实际上最后会耽误它的这个处理速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高像素相机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 sensor 的这个噪声啊，因为密度同样的3024，你要 pack 那么多的传感器元素在里面，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噪声，每个元素的噪声也增多，噪声增多，实际上呢，除了对画质影响之外，实际上还对你的聚焦影响。因为为了获得准确的聚焦，不管你是用反差 contrast 或者是 face detection 聚焦，你都需要很确定的这个 signal to noise ratio 信噪比，是吧？你的信息，你信息线的噪声大呢，你需要去的信号量就比较大，所以的话，相对来说会推迟，会影，有时候会对一些对焦速度会有影响，所以它不见得是像素越高越好，这是个人的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相机里边，像我用的这个 A9，它也有一些那个 autofocusing function 是吧？有时候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就发现呢。有时候他有点晕啊，就是说你把那个他在不断的来回跳，前后跳，找那个你这个画面中的眼睛啊之类的地方，我就发现最后呢还不如把那个 turn off disable 掉，直接让他用传统的就是，反差和位相对焦来，那个还来得快，可靠性大得多的。所以一般我在鸟很远的时候呢，我都把这些新的这些 fancy 的放屏都 turn off。除了些走得很近的，并且那些鸟的动作很慢，呆鸟啊，或者是走路的鸟这样的，你可以打开试试玩。但是呢，在远距离几乎是没啥用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另外一个选择那个聚焦点范围和那个鸟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人喜欢这个全画幅对焦，有的时候呢，就根据鸟。实际上，你呢，你的对焦范围只要比鸟大一点点。或相当就可以，否则的话也很容易跑焦啊，对着其他地方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拍鸟都知道一个 tracking sensitivity，比如说有时候你希望你这个你对在一个对焦，在一个焦点，在一个鸟上面，突然另外一个鸟飞进来，或者突然那个鸟飞到树后面、树前面、树后面去了，你的相机。会，你希望你的相机以什么样的速度来调整焦距？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当你是追焦的时候，你先聚上焦了，然后你想保持一焦距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把那个追焦的灵敏度降低，比如说让这相机反应越迟钝越好，因为你很远，你焦距已经在焦距上了，所以你希望它保持那个位置越长越好。但是呢，对，比如说鸟起飞的时候呢，又是不同的情况了。鸟起飞的时候呢，突然焦距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呢，你希望你的这个追焦的灵敏度呢要大一些，这样呢它很快及时调整。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呢，就容易下回你碰到别的鸟进来或者别的飞到树后面，很快你就失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trade off，是吧？但知道什么时候用，起飞时候用稍微高的灵敏度，但是降落啊，飞行当中呢，你不需要灵敏度非常高。另外，除了这些常规的设定以外呢，一般呢，你拍到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也需要一些自己的 custom setting。比如说，有的时候飞鸟突然停下来了，是吧？你不愿意打飞鸟的一些 setting 的速度那些 ice 那那那。那那 ISO 来打这个快门速度，或者那个frame rate 来打这些鸟，所以有时候你那个时候呢，你可以customize 一下，把哪个 button 用作一个呆鸟是吧？哪个作为飞鸟的等等，你自己时间长了需要做一些摸索。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自己摸索自己适合自己的就行。
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啊！我给这张图呢，就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系列，这个，你看到一开始呢，第一张第一幅呢是聚焦在这个蓝鸟上面，很快一个白鸟飞过来，白鹭飞过来，飞过来呢，交际仍然是在后面，但是过一会儿呢，完全就回到这个白鸟上来了。怎么手一动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有延迟，好像。这个有点延迟，好像。等一下，我不管了，我跳过去吧。这张图出不来，算了。刚才那张图呢？什么？我打了以后，它马上就不见了。那个主要是就说明一下，这个有时候这个灵敏度，追焦灵敏度快慢对这个焦距的焦点的影响。就是太快了，它很快就变了；慢的话，它该变的时候也不变。所以那张呢，就是做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呢，现在我就回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metering 就测光了。一般的话，我们那个常用的测光呢，有矩阵测光，是吧？矩阵测光呢，就根据整个画面的颜色、强度啊等等来给个平均值。另外一个有中心权重的加权的这个一种测光，比如说你就是在中心点的这个附近的这一类的人呢为准，这最标准测光。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一点，就是单点测光，就是很小很小范围，就是在画面的1/2范围来测光。这要根据你拍摄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 highlight 测光。我自己呢，比如说拍白鸟的时候呢，一般白鹭啊、白色的鸟呢，一般我喜欢用 highlight，就是这个最后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以这个画面当中最亮的地方来衡量。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好处呢，就不容易过曝。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白鸟一过曝以后，什么细节都没有，这就是个废片。但是天曝呢，你有希望把它拉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相机的这个，你要拍 RAW 的话，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拉。但是呢，也不能过欠曝太多，有时候呢，根据情况变化呢，可以要做一些补偿啊。比如拍从白鹭到蓝鹭的时候，蓝鹭经常需要些做0.几啊到1个档左右的补偿，所以它就根据光的情况和这个颜色等等鸟的颜色来做一些调整。但是我自己呢，经常拍白的都是用就是 highlight metering 这样的，保证一般是不会过曝的。另外一个就是图像的这个质量问题，像大家都知道，一般都喜欢你用这个 RAW format 是吧？如果你想出片快一点，也可以 RAW 加上一些 JPEG，当然这样要在这样占用的更多的 memory 了。当然，如果你是做记者啊，做发很快要发微信之类的，当然你就可以直接就用 JPEG 处理可以。但 JPEG 出了以后，就后期的这个活动空间稍小一点。另外一个问题，除了这个设备之外呢，拍鸟呢也注意一下这个对鸟的拍摄对象的一些理解，是吧？一些基本的信息，网上现在都有了，所以我也不多说了。比如是 ID 啊、习性啊，根据不同的鸟在不同的季节，是吧？等等的，然后呢，鸟呢也在你有的时候是在休息，有的在捕猎，有的时候是正常的飞行，有时候在准备抓鱼等等，有时候从水里飞起来，所以你根据对它习性以及了解之外呢，你可以你这可以选择自己的拍摄的时机，比如说你不愿意从头拍到尾，你可以在很恰当的时机摁下你的快门，是吧？增加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给你做聚焦呢，增加了足够的时间。
这样对，这个是对实性了解的一些，对后，前期的一些帮助啊，就拍摄。这些一些简单的例子，这是我们那个在我们附近那些河里，你看那些站在树上的，有的是飞的，有的不同的是吧？有的是在那睡觉，有的是不同在那找目标。你就可以像这在那知道哪这你要打赌的话，你看可以 bet on 哪一个的话，你通过他的这些 body language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在飞行当中呢，有的鸟的，你知道它突然改变方向啊之类的，有可能就发现目标了，就等等，这些都是要通过实战的经验观察，这样会增加你拍到这些很精彩的瞬间的一些概率。好了，接下来呢，就再看一下几张照片，这是呆鸟啊，因为大家都喜欢拍。飞鸟是吧？呆鸟，实际上呆鸟也是挺不容易拍，因为呆以后呢，对你的画质、光啊等等背景呢要求高一些了。最好呢还有点小小的什么故事是吧？这张呢我就喜欢这个鸟在那好像很沉思的感觉，这有点小小的意境是吧？这个时候是几乎是太阳落山了，鸟站在树枝上面，还在想什么是吧？这张呢，比较是典型的，是鸟在那找朋友的时候，是吧？Making dance 跳舞了，它在头不动不停的上下，是吧？在吸引别的异性的鸟啊。那这个也是对光啊、对的造型啊等等的背景有些找一些恰当的时机。这个也是同样的，这张呢正好是这个鸟呢，回过头来给自己梳妆一下。这个时候构型呢也得像一个 hard 是吧？hard。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光线呢，太阳几乎是落了，最后一束光照在它这个羽毛上面，也比较接近这个嘴，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喜欢它的原因。这个我前面说过，我比较喜欢照逆光。这个也是逆光呢，你看这个一个飞一般的飞板呢，你要照个正光的，就是看起来比较 flat，就是说很 boring。逆光呢，我就觉得看喜欢它这个光线，尤其是晚上的早晚的光线，透过翅膀啊，透过嘴的这个色彩的变化，特别有意思。除了那个光以外呢，造型 composition 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像这张呢，我做了一些后期，就把那些不必要的背景呢都给去除了，但是我留了水的花纹，把整个画面呢也弄成黑的。实际上呢，我的基本想法呢就是说，这张呢有点像一个小雕塑是吧？像那个沉思者那种雕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那个背景呢，水呀、树啊，对这个鸟，这个故事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在这种场合呢，我尽量把它都去掉，就留下水、波纹和这个鸟本身，这样也比较简单，让画面比较简单一些。当然，在这个时候这张呢，我也还有意的留了一些小小的光影在水里，给增加一点这个三维感啊。这张呢也不是，在我一开始我看上去，它就像一个小台灯一样的，是吧？小台灯一打开，这个光呢，慢慢的，弥散的照出来，所以它实际上这张是鸟，这个白鹭抓到鱼以后，白鹭抓到鱼以后，刚刚出水面，刚刚离开水面那一瞬间，你可以注意观察以后，实际上白鹭和蓝鹭抓鱼有很大的不同，蓝鹭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一般的时候直接跳到水里，抓到鱼以后再飞起来。白鹭呢，它经常是不进水，它直接在空中用嘴把鱼一叼，然后就飞走。所以我特别喜欢白鹭，你飞起来离开水面那一瞬间，绝对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一直很难忘。所以自从那以后呢，我每年也就追踪这个白鹭抓鱼。
遗憾的是，今年、去年2年，我们最近的这个水库都在修，所以没法拍。这都是2年前拍的片子。这张也是白鹭抓了一条鱼在水里。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水花只留的水滴在里面，和这个鱼和鸟稍微对背景做了一些平滑处理，因为是在流水里边。要看原片的话没那么好看，但是我把处理以后呢，背景稍微平滑点，对鸟这个主题的干扰比较少一点，所以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一样的，是吧？在舞台上一跳，这特别姿势特别优美。除了那些姿势捕鱼的场面之外，这个像也我也做一些近距离的这个 zooming 的是吧？肖像，但这张呢距离就非常近了。这个你把它拉过来以后呢，你看那个翅膀是虚的，但是离我身上非常近。这样的话就是要碰运气，他在那么近距离拍的可能性次数不是很多，但是除非你常在河边走，那总有机会。这个也是同样的，在这个时候呢，这是我比较早期做的，后期比较枯燥啊。但是呢，基本的那个想法呢，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像舞台演员一样，我不是纯自然拍的啊。我觉得他们这些鸟就像一个舞台演员，我把在聚光灯下面，我把其他的干扰都去除了，就留下我感觉最重要的，比如说鸟啊、鱼啊、水啊，它这个故事就足够了，是吧？水花，这个是我的第一张捕鱼片，这张呢，那个后期我现在看来觉得特别粗糙，但是呢，这个看到鸟那一瞬间的飞姿，我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刚才也说了，给这个鸟片呢，就是除了它那些日常活动，就是一些独到的捕鱼啊、打斗啊，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这个是两个鸟在筑巢时候的照片。这张呢是在可能在 Houston 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天下第一树啊。这个不是每年都能在那个树桩呢，特别孤独，特别的一般要一很多很有时不是每年鸟都能上面筑巢，有时候都失败了，它们就走了。但是我那年去的时候，它正好有两个鸟在上面筑巢。这个时候呢，这张呢，我就喜欢这个构图，光也早上的光，两个鸟正好构成一个像一个心形的样子，所以的话，光也特别柔和一点，是吧？背景呢做一些树枝呢可以做一些清理，这个就是有些后期的这个。这是今年拍的那个小白Snowy 小白鹭叫啊，叫 Snowy。Egret，这个是在我们的 UT Southwestern 拍的。这个是他们筑巢的时候，这些小白鹭在地上，去捡那些树枝，然后很快速的飞到树上面，所以这个爬升几乎是八九十度的垂直起飞。这张呢，正好是它往上飞的时候拍的，也是太阳也快下要落了，这个角度比较低，光还相对比较柔和一点，正好它眼睛对着我。除了筑巢之类的这个打斗也是很有趣的。一般拍到打斗呢，这个机会不是很多的，除非在他们在河里抢食，或者在筑巢时候争地盘的时候，平时很难拍到这样的打斗。像我这一张呢，是两个小白鹿之间的在打，背景呢，我觉得比较单调，所以的话，我就彻底把它换了。这张是有些后期做了一些 mask，把背景换了。颜色呢，我有时候也是随心所欲啊，有时候看看自己根据心情换一个，看看不同时候就换个不同的颜色玩玩。因为这样，我就像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广告画一样，是吧？走进一个 shopping mall 之类的一个广告画，哎，挺有意思。所以有时候做的不同的变化。拍飞鸟的话，相对说就是要打斗啊，
造型啊，拍呆鸟呢，可能要求更高一点。这一张呢，也是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后期的，就是说在背景呢相对比较干净一点，然后呢也比较圆滑，所以的话，这拍呆鸟的时候呢，我一般很少拍呆鸟，但是呢碰到这个情况我也忍不住了，也拍两张。这张呢也是同样，这张呢你说呆也不呆，因为这个鱼呢，这个鸟正好是在准备要吃鱼的时候啊，它抓到了鱼，准备换一个位置，它刚一张嘴那瞬间抓到的，所以它，我给它起那个小小的名字是吧？加个小故事性。像这个拦路呢，是属于在抓鱼的时候，前面这个拦路它进来的时候，它一般是落在水里，在落水之前呢，它在水像那个滑像 surfing 一样的，在这水里飘一下，它这个时候正好打出水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一张呢，这也是一个拦路的逆光照啊。逆光照呢，你下一个我就喜欢这个，它这个肚子下面掉下这些水珠，就像一个珍珠一样，一串一串的，在通过在逆光条件看起来还特别的舒服。这是一个系列的两张照片，不同的系列。这个和前面也类似的，就是在抓鱼的时候，这个拦路正好抓鱼准备起飞的时候，这刚刚跑了两三步吧，所以我喜欢这个水花的造型，它这个翅膀的这个模糊的张力啊，这个是我比较早期拍的这个抓鱼片。这个片子呢，这个拦路呢挺有意思。它抓到鱼以后呢，它一面飞呢，一面就把这个鱼吃了。它在空中啊，不断的调整这个鱼的位置，最后就把它塞到嘴里。你看现在这个位置正好要进嘴了，这个也是一个逆光的这个抓鱼片的。除了那个把那个整个鸟拍清楚，刚才我也说过了呢。有时候呢，把那个快门速度放低一点，你可能有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张呢，这个眼睛呢，身体部主要的头颈呢还是比较清楚，但是呢，它上面这个翅膀呢，你看见明显就模糊了。它一甩呢，把这个水呢甩成一条细细的线，所以这个就是低快门速度给你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近距离照的这个鱼片呢。这接下去呢，可能都是几张这个打斗片。你看，有时候一张单张的还相对容易，拍到打斗片呢概率要小些。这个鹿啊，它们实际上比较独立性比较强，它们一般不愿意在一起活动，所以它拍到打斗的时候它也特别不容易。这张呢是一只拦路，看到另外一只抓到鱼以后下来想抢。这一张呢是抢鱼的时候呢，几乎是要踩到那个下面这个拦路的身上。我就喜欢这个，它这个看起来呢，这个画质呢不怎么好，但是呢它的一个张力感，你看它的脚啊，这个身躯啊撑的几乎是水平的，这个脚的张力，头顶。等等，我觉得这瞬间是比较难得。虽然他眼睛呢，你看这个眼睛呢，他还闭着，还没睁开的。这张也是在两只拦路在水里的打斗啊。这张呢，我就开个小小的玩笑，一个拦路，一个白鹭，拦路正好抓到鱼，在白鹭后面，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叫 Hands Up。那在说到这儿呢，可能差不多，我的片子呢也就差不多说完了。我接下来我看看是什么呢？好了，片子看多了，可能有的人已经看得晕了，看腻了。那我换一下，稍微说一下有关一些基本的问题。就很多人都知道光啊，这个光圈是吧？大小对像素啊，对这个。速度，聚焦速度的影响。现在我就比较
简单的给的一个光这个图我是这个网上当来的，就是 Wikipedia 来的，所以呢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个简单的 concept 就是每次呢你增加一个光圈增加一档呢，你的单位面积的曝光量呢减少一半，你从这个大光圈的一直到小光圈一半一半的下去。这个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大光圈镜头速度快价钱贵，就是它有很多光，有很多光的话可以提高画质，也可以增加对焦速度。当然那个光圈变得小的时候呢，也牺牲了很多，又牺牲了画质，牺牲了这个对焦速度，所以的话这就是这个聚焦等等方面画质和聚焦速度影响的一些信息。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所以我就不再多说。其实你知道这有个概念，知道每次你提高一档你 stop 呢都是有一半的光亮不见了，单位面积上的。这样也是衍生到另外一个概念的，比如说你那个高密度就高分辨 sensor 传感器和低分辨之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同样的面积下，如果你把那个传感器的密度增大的话，实际上的单位每个 sensor 的曝光量就减少，这样的话对 sensor 的单位每个 sensor 的画质啊噪声呢都有影响，不利的影响。所以就是说有时候高像素不见得一定对高的对其相机真的画质对焦有好的影响。还有一个话题呢，是一个这个可能大家有很多人大概没听到过，这个这是一个 modulation function， 就是调制函传递函数啊。我们经常刚开始学相机的时候呢，买镜头都问什么样镜头好啊，总归是到处找，但是呢说是大家都说不出一个，只知道啊这个 sharp 那个 sharp， 但是没法定量是吧。实际上呢最简单的你可以很快的就辨认一个像一个镜头的光学质量，我指的就是主要指那个分辨率锐度啊，就是通过它的这个 modulation function 来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一般来说对光学镜头的那个指标呢，有锐度啊，有变形啊，有暗角啊，有透明度啊，有色差等等是吧。这个调制函数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锐度，最关键的锐度的信息，其他的信息就是没有的。所以的话一般的话我现在稍微的就说一说这个怎么利用这个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MTF function 的这个信息啊，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怎么获得的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有现在常用的是两种办法的。一种呢是就把一些明暗相间的相机对着明暗相间的条纹，这个是宽条纹，一对一对的宽条纹。另外这个细条纹。然后沿着这个相机这个的对角线方向和垂直对角线方向，把这个条纹放在沿着相机的对角线和垂直对角线方向，然后测量这个它的这个反分辨率和这个对比度。比如说它的分辨率怎么定义呢？就是每个毫米之间的线对啊，一亮一暗就一对了是吧。这个反差呢是你跟着光强的最大光强减掉最小光强除上他们大最大光强减加上最小光强，这样就你就看出来这个该暗的暗该亮的亮的话，这样的反差大是吧，这是好的指标。另外的话就是说他把它这个做从零到一百或者零到一之间的这个范围把它画出来。下面我就给看一下一个图表，现在光那么说可能有点太抽象。这个线速的话，一般说这低线速的我觉得不是太重要，10个 pair 一般没啥太多意思，这个是一个毫米0.1毫米大小，100个微米左右大小。30个线素的话，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意思，这个就可以接近头发的这个大尺寸了。
对，这个就根据看30个线素的那个分辨率的话，你就大概看看你那个镜头对头发之类的，结构的分辨、羽毛分辨的能力，这个比较相关了。这个是一个传感器啊，和一个这个 MTF function 的这个传递函数的图像啊。刚才我说了，这个是一个相机的传感器啊，这个是对角线方向。刚才呢就说的它有两种测法，一种是把那些明暗相间条纹呢，沿着对角线方向那么放，这样测量它的对比度。另外一种办法呢，是沿着垂直这个对角线方向，所以两个方向。所以这个虚线呢，在这里的虚线呢，就是沿着垂直方向的对比度变化，你从这个中间是零，然后逐渐向外围走，对角线方向走，这个走到最远的时候，全幅画质是21是吧？6，这你就看了，从这看了你就知道，这个上面这个实线呢，是一个红线呢，是一个宽线对的这个分辨率的对比度比较高，像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就要看这个虚线的。这个蓝线是三十线对的是吧，这样的给你一些感觉。一般的话你看90-95以上呢属于比较好的，就是说几乎95%以上的对比度是吧都有了。另外你也注意到这个是中心，这个原点中间的时候总是这个镜头最好的相机最好的地方在中间，沿着这个对角线慢慢的离开边缘，到了边缘以后这个相机越来越差。所以的话一般的说呢，我们拍鸟的可能是大部分时候都是用的中间这一段是吧，就是一半到2/3这一段线。所以的话积分是还是可以的，像这样的通过这样的这个传递函数图表呢，你可以评估一个镜头的锐度好坏。这个呢越接近一呢是越好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看法。一般的95以上可能是最好。下面呢我就可能给几个具体的例子啊。等一下我检查一下，因为我不要一直在那说。这个是一个一个我放了两个，一个是加那个尼康的200-500的那个曲线，还有600的曲线啊。你看了这个，你就看这个蓝线吧啊。这个200-500呢，一般是大部分时候在那个10个毫米的这个中心的时候就开始低于这个90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一般还是在90-95之间，还算可以啊。这个600毫米这个 F4 呢，你看一般它这个透过锐度就高得多了，它几乎都是接近一啊，一直延迟到几乎是 corner to corner 都是很非常 sharp 是吧。这就是好镜头和差镜头的这个从曲线上，你看这个锐度从曲线上就能看出来，当然价钱比例也看得出来了。这个是也是200-500镜头和这个尼康的这个200-400的对比，这就有意思。你看看这个曲线，你看这个蓝的吧，别的不看了，这个蓝的和这个蓝的相比，这个你就觉得这个200-400这个镜头的它的 MFT 曲线呢还不见得比这个200-500好多少，但价钱都贵了不少。所以呢从光学锐度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镜头啊，不是很锐的镜头。当然这个镜头有可能其他的功能好，防尘啊什么防水啊等等，照的质量好一些，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好，或者是它的那个除了这个锐度以外，实际上镜头还有一个因素了，可能我现在提到的是你光是锐度不行，你还有那个聚焦的速度是吧，除了防尘防水还有一个聚焦的速度。聚焦速度呢由相机里面驱动马达决定的，有的相机传感器发出一个指令让镜头马上聚焦，有的相机就跑得很慢，有的跑得很快，所以啊，这个也是区别。这个在曲线上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曲线能看出就光学锐度的区别，但是其他信息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呢，这个光学信息呢，也是我们对大鸟来说比较重要的信息。所以的话，我建议一般你买镜头，你先看看，先去看看它的这个 MTF 曲线。这个呢，也是几个看似Sony 的曲线啊。这个是我看我这个我好像前面被挡了一点点，是200、400的已经100到400镜头好像。你看呢，这个是光圈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是光圈比较小的 F8 的时候，这个 F8 是5.6的，这个到4.5、5.6的时候啊，你就看得出来，一般的光圈在8的左右，它一般的锐度是最好的，几乎这个好像是比较普遍的啊。所以你大部分你就看看这个在大光圈的时候和在小光圈时候的这个 MFT 曲线，大概对你的镜头就有一个感觉。你是在关打鸟的话，一般更关注在长焦段的，比如说你在400啊，在600、500这焦段的这个曲线，但对一二百的这个不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也是一个例子啊，给索尼200、600的这个。都是你看，同样的，这个是5.6时候的曲线，这个是绿的，你看绿的，这个是大概是八的吧，这个是应该是 F8 的曲线，这明显这个锐度就好得多。所以一般在光的条件好的时候，尽量把光圈缩小一点到八左右。当然了，那光不好的时候你没办法，你必须要把光圈放大，是吧？总得有个妥协折中啊。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曲线是给索尼400的2.8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张图表这个镜头是非常非常锐的，那它几乎是在95朝上啊，从那个中心到角 corner，所以 corner 的 corner 非常 sharp 这个镜头，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些曲线你能判断出来，你可以做个结论啊，这个镜头非常锐。当然呢。光是锐度还不够，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防尘、防水和这个驱动马达、速度，其他这些呢，还要继续做些 homework。这个也是索尼600的，这个比也是非常的锐啊，几乎是接近一的这个100%的对比。这个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啊，这个尼康的600F4 和这个索尼600的 F4 的比较，你只要光从这个曲线来看的话。尼康这个 Sony 这个 F6，这个600呢，要比尼康要稍锐一点点。你看，尼康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跌到95左右，这个 Sony 呢，几乎都是在接近一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可以看出来，这个 Sony 现在这个镜头质量，从那个锐度角度上已经是不错的。但是当然了，其他的防尘、防水和其他的问题，可能就是不得而知了。这个地方。这个好，这张呢是我这个加进来是一个常用的，可能现在有很多人利用佳能是吧？1到400镜头，你看这张它的那个 MFT 曲线，你就看出来，在它的这个锐度呢，实际上不是非常理想，离开中心一点点，很快就跌到8、9、7、6的。所以的话，这个你可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抱怨这个佳能100、400为什么那么肉呢？可能你从这个曲线上你就看得出来，是不奇怪。这，但是从它这个 MTF 曲线你看得出来，它是稍微软一些。好的，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现在我会看，我有的时候从图片到相机，我来回穿插讲，我就怕大家太 boring 了，是吧？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几个一些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见过整个系列，这个叫抓鸟的抓鱼，这个白鹭抓鱼的一个系列，我就稍微选了几张。第一张呢是接近这个上面是水，是鱼在水里漂着的，从水库里放下来，这不是人撒的鱼啊，这是水库里出来的。这个白鹭抓到鱼以后呢，你看离开水面一个系列啊，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在如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这个拍鸟拍这类片子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追焦性能好，希望这个连拍速度快一些，这样我们可以尽量获得更多的这个图片，这样给你
这样的话，你有筛选的这个余地啊。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啊。这张呢，就刚才我可能也改，是这个是一只Cooper Hawk 的那个一个系列片。这张呢，就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我把现在放在这儿呢，作为一种前期准备的一部分，就是我就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吧。这个当时看到这只鸟的时候呢，我就离得远远的走近，慢慢走近，逐渐的转到这个。转到逆光的围着这个树啊，转到逆光的方向，因为我已经就是预期啊，这个鸟起飞，看到当它抓看到食物的猎物的时候，它会起飞，然后一跃而下，是吧？我当它张开翅膀的时候，就有那些逆光的效果。虽然当时我已经把这构图给设计好了，但是接下来我那个空中果真不错，过没等多久，这个鸟就开始起飞了。这个时候呢，从起飞到落地呢，不到2秒钟，所以它大家你就可以想象，对于拍鸟棒来说呢，这个速度、反应速度和相机的追焦和拍摄速度是要求非常高的，要不然的话，2秒钟的你还没反应过来就不见了，是吧？鸟就落地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反应这个时候就是对追焦速度和反应相机的 frame rate 的要求比较高一些。这个时候呢，我是用那个 Sony A9 拍的，你连续大概2秒钟不到就拍了20-30张，所以我就选了几张出来。就是你看这张是在树上，然后天对着天空还是，慢慢的，它进入到那个地平线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喜欢地平线这些片子，因为背景的虚化啊，那些小野草的 orca 都出来了。前面也好，可以先讲完一些那个片子和基本的相机镜头啊，以后呢，我就可能现在回到这个一些后期过程啊。一般来说，我根据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理念，是吧？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些鸟在我这呢，它们都是一些大明星了，是吧？我给他们放在舞台上，让他们好好展示一番。所以的话，我基本的我的处理手法呢，都是像舞台处理的办法，什么聚光灯下，把一些所有没必要的干扰都去除，尽量减少到最，把所有构图元素减少到最少。所以的话，把树枝啊、水啊等等强度啊都做一些调整，就突出一下就是鸟本身的一些特质啊，比如抓鸟那抓鱼那瞬间的这个。是姿势啊，或者是水花啊等等。当然，如果有机会有背景好的有好的背景的时候呢，当然尽量我会用一些自然的背景。但是没有好的背景呢，我会基本我就把那背景都给这个暗化了。刚才也提到一个，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背景处理以后呢，还注意一些就是说视角啊，这个非常重要。一开始拍鸟的时候都是对着天，对着站着把镜头举得高高的，最后呢，你就发现拍的时间越多了，你就慢慢开始注意到你这鸟和你平视的时候啊，平等的时候啊，这样看起来要会好得多，就有个交流就是。前面说了一些前期后期问题啊，但是呢，根据不同的这个要求。也有的是有一个地方呢，比如说 National Geographic Photos，它很多时候是不允许太多后期的。这个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后期，但是呢，不能太重，是吧？所以呢，对于片子呢，对我们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呢，我只要自己带着自己喜欢就行，就是自己自娱自乐吧。所以的话，我对这些呢，不是没有太多的约束。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想投稿的人呢，这些可以考虑去注意一些。什么可以调，什么不可以调，是吧？什么可以后期，什么不能后期？我的后期呢，自己的后期非常简单啊，我都不好意思说。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用过这个 Photoshop，所以的话，一
一般我就从原片开始，然后呢做一些简单的调整，然后呢做个背景，然后再做个 mask。做个 mask 有时候我就拿手直接画了，是吧？画完以后呢，我把它导在一个另外的软件里边，这、就是一个我用了一个比较不是很有名的，这个叫 Arm 是吧？这个片子我用它的目的最主要，它可以做 layer masking，这是我需要的，别的我也真的不需要。这所以的话，我把这处理过的片子直接导在那个其他的第三软件以后呢，可以做一些 layer。那最近呢，我也开始学的用那些 Topaz mask 做一些背景处理，是吧？这样的话，但是基本原理都一样的，就是单独把鸟处理好了，然后做背景，做 mask，然后把它再用其他的软件把它叠加起来。现在呢，可能我要说的可能大致就差不多了，我就把刚才的一些做了一个总结放在这。刚才说了一下一些常见鸟，然后呢，提了一些相机和镜头方面的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当然，我在这不是以专家的角度说啊，我也和大家一样的，就是摄影爱好者分享，大家闲聊吧。然后呢，当然以前说到一些提到一些前期和后期的处理，当然这是比较少量的。接下去呢，如果有兴趣呢，我还有一些片子在就 OneX 上面还有一些片子，这是我的OneX 的网站，不知道能看到这个 galleryonex.com member 是吧？Alex GL 2018，这个是你要在 Google Alex 里的话，可能找得到。在上面呢，除了鸟呢，可能还有一些风光呢，其他的片子。所以的话，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接下去呢，可以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就到此我的这个说的呢就差不多了，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问。啊，谢谢李老师的分享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我说了，我是 Larry 邓啊，多伦多的，非常高兴能见到真人 Xley，在 EX 追你很久了，今天能听你的分享你贵啊姓啊？，Larry 邓，啊，邓大师啊。别开玩笑，不是，我就今天能碰见真人啊，或看你片子啊，真是对上了，非常高兴，非常好啊，学习学你是习。久仰大名了。然后是之前有一个问题说你的那个第19张照片的光，看看是在哪里？第19张是吧？那等一下，我把那个片子调出来啊。对，他说那个光是怎么管理的、控制的？第19张的照片的光。下，我把这个，OK，第19张，我把它退回去。这样可能更，这样可能更快一些。哦，是这张，余英的那张，是不是？这张呢，这张光啊，这张特别有意思，我都有点吃惊。实际上，当时呢，天比较阴啊。拍了以后呢，我把那个把处理完以后，把它换成黑的以后呢，看起来比那个字在阴天看的感觉要好得多，所以我就保留了这个背景。实际上这个是应该 overcast 天拍下来的。OK，然后有一个叫 Ada 在举手，是有问题吗？哦，对，你好，Alex 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也用索尼吧？我想问一下，如果是
100和400的镜头，或者200和600的镜头打鸟的话，首先选哪个好一些呢？会常用一些吗？你们100、400还是200、600是吧？对。一般的我会就看的，对我来说大概200、600更常用一些。就打鸟比较常用200、600是吧？对。但是100、400看你用哪一款呢？如果你用的是 Sony 的话，加个增倍 adapter 大概也可以。实际上 Sony 100、400呢，比200、600要 sharp 的好多。哦，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他那里介绍就100、400，它可以缩起来镜头，就特别方便携带嘛。对。我就纠结这个100、400和200、600之间是哪一个，比较那个，我觉得最终是看你的拍摄的兴趣决定的。因为我的话拍的鸟比较小，还比较远，所以一般我是500、600肯定是必须的。当然，像我们有些白鹭啊，在最近在 UT Southwest 拍的也是非常近，300就能拍到。啊，好，谢谢啊。嗯。如果是100、400的话，您说要加一个 extension， 那加的是 1.4 的还是2的比较好？我觉得 1.4， 我觉得2一般的时候你加的增的越多，对光学的这个质量就牺牲的越多，因为 1.4 肯定变得500，你就一般就够用了。我早很早的时候我一直就用500的，所以的话也能照一些，就是说。好，谢谢。哎，请问一下，你说你这用600，你是那个索尼200到600呢，还是600定拍的？哦，200、600，我还没用过定焦呢。哦，我给200、600。OK， 对。然后有个人问，有个好汉叫什么？您说可否把网址打出来？哦，对不起啊。没关系，你接着问。就是您说这个，您用那个 beach chair， 就是基本上你拍鸟，基本上是以守株待兔形式呢，还是走来走去比较？我几乎是守株待兔多一点。守株待兔，因为我一般的我拍什么鸟，所以那你对这情况很熟悉。对，我去的时间比较次数比较多，观察的位置啊，它习性呢，基本观察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带着我的椅子坐在旁边，带杯水坐在那慢慢的玩，到时候呢一个恰当时机就拍了。 OK， 用三脚架吧？我不用，因为我觉得拍这个飞板的话，有时候三脚架除非是你 panning 是吧，三脚架就对你的灵活性啊影响很大。因为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宁愿打不到，打到就是好的，他可能要求比较高。像我的要求呢是先打到然后再打，打好是次要的。OK， 对。所以的话我尽量不错过任何机会，这样我需要一些灵活性。然后刚才说那个可否把欣赏网址打出来？哪个欣赏网址？是指您的 1X 吗？还是什么？还是说如果有录像我会到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再重新看一遍李老师的片子。那个网址我刚才好像在那打在上面是不是？对，刚才在视频上有显示那个网址，那个 1X 的网址有显示。最后这有我的那个 EX 那个画面，我的那个封网页照那边好像是上面就能看得到一点。你到时候大家最后看录像可以看到那个网址。对。然后这个有个人在问说能不能分享使用 Bicon 经验，是需要一支摁住吗？还有单脚架用吗？我刚才说过了，我脚架我几乎是不用的，我脚架只是拿去拍风景用。所以的话一般我是 back on 的话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就是我两个手指可以分开处理是吧，我可以一直聚焦 back on 聚焦，但是我不见得会摁下快门去。所以你要按照平时你要用正常的聚焦法的话，你手要先摁下去，然后先聚焦，然后再摁下再 release shutter。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一激动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聚焦还是 shutter 了，就乱摁。有时候鸟这个整个 action 的时候就是几秒钟一两秒，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先摁下去然后再聚焦再摁一下。
所以一般来说，我都是先一个聚一只手，就大拇指一直聚焦摁着 back on， 然后呢，在适当的时机 release shot 就完了，这样比较独立、单独的 separate 就两个不会相互牵制。另外一点呢，我觉得 back on 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比如说你那个那个鸟这个白鹭落水以后呢，你不想拍了，对不对？你可以一只手 back on 一直聚焦，但是你不用按个 shutter 下去，等它。这样的你不会跑焦，你可以把手放了也不会跑焦，但当你起来的时候你继续 再聚焦再拍，所以这样有些可就比较灵活性。请问老师您的那拍的时候防抖是不是关掉？从来不关，防抖一直开在那边。对对，我觉得防抖不，这防抖是现在这个相机的一个绝好的优点，除非是你去拍，你可能有些关掉一些，一般来说都是开着的。哦，四千分之一秒、两千五百分之一秒都还开在那里。那我从来不去管它的，我让它的那些东西我从来不碰。哦，您这些照片都是两百到六百拍出来的？我有两个镜头吧，一个是尼康的，是200-500。另外一个是索尼的200-600，主要是这两个镜头。我看你用的定焦500好像蛮多的，好像。定焦不是定焦，是变焦的，200-500变焦的。哦。画质都很好。这个我觉得，我刚才我说过，就是第一是光线要好一些，要找一些好的光线。另外呢，这个。速度跟上是吧？当然还有一些后期了，后期降噪啊、加锐啊等等，会有些帮助。老师，您刚才说您的100-400的画质更好啊，比200-600。不，我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啊，是吧？我自己读的些100-400的，我是 Sony 的那个也好，比那个200-600要像。就在它那个焦段范围内。谢谢。印记刚刚你可以直接比较它的那个 MTF chart， 就能看出来，就是。哎，光明，这次失了。那个，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怎么样使用一个那个好的 location？ 因为我觉得你是最直招，然后把一个鸟拍到极致。反复一直去同一个地方，这个对打鸟特别有帮助。这个呢，我觉得我自己呢，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这些鸟拍的啊，可能大部分90%的都是在离我们家半小时的车程附近，大部分是1-20分钟附近拍的。所以，因为我就是既然是常见鸟吧，就是要常去看看，是吧？看的差不多以后呢。次数多了，因为我跟一些开玩笑，现在大家用的相机都一样，都是很厉害，到底轻轻打一聚焦打下去，大家打的拍的片子没啥区别的。唯一的区别的变数就是你去的次数，其他的这个变数真的不多了。所以呢，一般呢，我看到我打拍鸟的时候，比如说拍那个这个剪尾鸟的时候，一般我就可能就连续的一两个星期就拍一种鸟。并且就到一个地方，然后拍那个蓝鸟也是一样的，就是比较相对上比较 focus， 就是我拍什么一般我就不会去 distract 拍别的，一直拍到一个，我最主要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呢是和自己比较，如果我拍到在这个里边这个鸟我拍到我自己目前最好的我就满意了。如果还有可能再超过我现在的样子，我会继续再去。如果我觉得一会儿半会儿超不过了，我可能就会换一个鸟拍的。所以地方就是挺重要，就是要方便，可以经常去。像我有时候一散步的时候，我就拎着我的相机，在那个水 湖边走一走，看见有了就拍拍，没有了就锻炼身体，都这样的。哦，老师，您介绍一下那个这张背景是用那个 Lightroom 弄出来的？
你说你现在我发的这画面这张图吗？是。啊，这张是我画出来的。哦。我就用那个曲线，用在 Lightroom 里面直接把它凸出来的。嗯。这有一个问题说它有尼康200到500那个 lens 很沉，都是手持吗？刚才李老师说都是手持。嗯，对，因为我觉得你拎的时间长了，你就发现那个并不重了，尤其肌肉已经练出来了。对，你经常拎着走啊，一般你就习惯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是很几乎是没有用过脚架拍鸟，因为我是脚架是在里面是一个。有时候我觉得这影响我的变化，就是鸟突然飞过来了，你不可能就搬着脚架跑是吧？脚架对旋转角度啊、仰角啊等等都有限制，所以一般，所以用稍微轻点的镜头，这个优势就在这儿，你可以拿起来就拍是吧？手里可以拎得住，至少可以拍个十多，拍个一分钟大概一没啥问题是吧？一分钟之内对鸟来说已经是很长了。老师，您用不用那个 extender？ 我还没有用，因为不好意思，我这两个镜头呢不怎么好，一个是200、500和那个200、600都是一般的镜头，你要用 extender 的话，它的画质会马上就下去了，所以的话你要 f4 的话可能用 extender 或者好一点的锐一点的，我这两个镜头呢好像都不是很锐，勉强可以玩，我从来没想到用 extender。 李老师，你用那个 continuous 那个 shooting 的 mode， 一般你一梭子下去拍几张？六张还是八张？那个尼康的话，我用的850的时候呢，是拍了大概是9张左右。OK， 现在一个 A9 的话 ，A9 的话大概可以拍到接近20张左右。哇，你就是拍这么多啊？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有啊，有是吧 ？OK。对，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像那个蓝鸟，你想那个 bluebird， 我在拍的时候，因为这个拍鸟有个比例问题啊，一般我是习惯于把那个鸟呢，它在大概没有飞之前呢，你在它占画面的1/3到4/4，我最好是1/3是吧？它翅膀一张开以后呢，就几乎进去半个画幅了，所以的话，在那么聚焦的那么紧的时候啊，如果你的那个 frame 太慢的话，你要很快就飞出画面了，你还没来得及反应就飞出去了。OK， 所以打那个鸟的话，一般的时候我一梭子打下去，最多就打一两张在框里。对，有时候是一梭子打下去，因为这鸟啊，往往就最后它的背影屁股朝着那个拍的人，如果打了多有，就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那个拍多了以后就行了，因为这个鸟不听话的。OK， 对啊。所以，但是呢，有一点你可以预测的，比如说鸟飞到鸟巢上的时候啊，方向是可确定的。OK， 对。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在那等着就好了。你那个时候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对自动对焦的，就打个 menu， 在那等着就完了。所以。请问一下，您用对焦的时候，你用哪一种模式啊？用 zoom 吗？还是用 wide？ 如果用 Sony 的话，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如果是比如说在拍个大鸟的时候，很远的时候，是吧？我会用于那个这个 flexible tracking， 就是像那个 medium 和 large spot mix， 就很小的。但是如果鸟两个小鸟在空间打斗，并且是在对着天空的时候呢，我会变成把它放成那个 zoom， 这样扩大那个范围。所以根据情况来决定，因为那个这个在没有有树的时候啊，有其他干扰的时候呢，我一般我尽量避免把那个聚焦的范围放大了，这个。这样会很容易你就失焦了。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也基本上谢谢。然后这有一个问题说，拍单鸟时您的速度一般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经常说有个那个 rule of thumb 是吧，你的焦距的导数就是500个长的镜头的话1/500秒，600的话1/600秒，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般的手啊，因为我手举了手持了，一般是500/600/640/1，这个是常用的。但是呢有时候有现在这个防抖动功能特别好，有时候我也会在1/40/100等等之类的低速度拍一些。但大部分是我要保证它清晰的话，一般是500朝上的。还有接近小鸟有什么技巧？接近小鸟啊，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次非常重要，因为我打那个 American Kestrel 啊，我第一次走近他的时候，他让我走得很近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准备好，走得过近了，他跑了。接下去呢，一稍微靠近就跑，一稍微靠近就跑。所以的话，有时候我根据我的个人经验的话，可能不要走过大概10到15米吧，不能走进那个范围。一般到一个鸟，它有一个安全距离是吧？它觉得它能飞得走，它会让你接近。如果它觉得很危险的，像小的，像小蓝鹭、蓝鸟之类的，非常敏锐，一看你稍微可能离到15米、20米的跑了。老师，你有没有打鸟的时候穿鸟衣服啊？没有啊，随便什么颜色？我基本上平时穿就像今天这样，就灰色，我喜欢灰色的，但是中性的 ，neutral。哦，他让你靠近？对，一般没啥事，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因为刚才我说的，就我们这个家常鸟嘛，它几乎和我们很熟了，它要不然在房前房后社区活动是吧？它不是很怕人的，所以呢，相对还是比较。和其他鸟比较还是相对比较容易接近，尤其那个鹿啊，那些那个大白鹿、蓝鹿，他们在筑巢的时候啊，刚刚不是说300也能拍，就是他根本就不 care， 就像你可以站在10米之外，他再动一动。哦，都是用 flexible medium 和large。对 medium large 有时候也用一些 zoom， 但是我肯定是 tracking 的 tracking zoom， 就 tracking flexible tracking large 之类的。 tracking 就是上面一档是不是，不是下面一排，下面一排。对，你设定的时候你一定要调到那个 tracking 那个功能，要聚焦，就是把那个测光点 link to the focal point，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调，要不然的话它就测光啊聚焦都有问题，所以那个是Sony特有的功能。然后就是D850和Sony的A9哪个打鸟更有优势，哪个追焦更好？这个我有很多故事好讲嘛，因为我从850也用850也用的A9 那个850的那个优势呢，就是说刚才我说它界面比较好，就是说手感呢，这个人性方面操作方面特别上手。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它现在它是用的 Optic Viewfinder 是吧，就光学那个目测，这样的话你拍到的和你眼睛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眼睛里一直可以看到鸟，因为眼睛是这个适应能力特别强，你一直可以追踪鸟，然后你可以帮助你对焦，所以这个是光学这个 viewfinder 的优势。这个换到那个电子这个 viewfinder， 你就发现一个问题，索尼 A9 是吧，你第一次一聚焦，如果你一次没聚上失焦了，你一下找不到方向了，你完全就 get lost， 这样呢，在 D850 就不存在过。D850 你在取景框里，实际上你还是看得见前面的东西，但是在 A9 你就看不到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经常发现，就是
这非常非常的气愤，就是突然第一次没拒绝好，整个机会就错过了，因为后面你看不到鸟在哪，要等你找回来以后已经过掉了。所以这就是电子显示的 viewfinder 和那个光学 viewfinder 的，我觉得本质的区别。这个也当然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电子的些无反机的速度快了。刚才是它现在每幅给拍个一二十幅是吧，有的可能是三十幅 A1 也出来了。另外那个显然我感觉到这个追焦啊， Sony 这个追焦要比D850要好，就快，可能是我的镜头太猛，不是相机不好。我那个500那个镜头因为刚追焦两个因素了，刚才说的是吧，相机向大脑发个指令，然后镜头像脚还得走得动啊，如果镜头那个驱动马的速度慢，滋转到那鸟早就飞掉了是吧。所以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镜头，是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完全说是相机不行，有可能就是镜头的速度不够快。所以我就发现呢，一般的时候我现在就发现 Sony 和 A9 和200-600搭对它这个聚焦速度是明显快的，聚焦也很稳。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呢，就是我是用那个 A7 打鸟，我有的时候在背景比较乱的时候，那个跑焦就很明显，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因为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是吧，就是你的那个聚焦 area 和你的鸟的比例问题。你有的人呢，他希望把那个聚焦点放大，这样的话你去看到的除了鸟之外，你也看到很多树枝。一般的相机有个特点，就是先看到啥就聚焦到哪，对不对？所以的话，如果旁边的干扰物如果比你的鸟在前面一个树枝，那你相机肯定聚焦到树枝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聚焦点缩得越小越好，和鸟的大小几乎是差不多，但是也不能太小了。如果你缩得太小，你把一个大，比如说一个大白鹭，你缩了一点点，把那一点对在整个白羽毛上面，这个相机聚焦是两个功能，是两种聚焦办法，一个是对比度聚焦是吧 ，contrast， 另外一个 phase， 它没有 contrast， 它很难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聚焦。另外那个当然两个白白的结构没有细节，对于 phase 来说他也搞不清楚这两个图片有没有差异是吧，他也不知道是一个在哪个该往前推动镜头或者该往后推动马的。所以的话这一点呢，我就觉得聚焦点和你的鸟啊要成比例，就是根据情况变化。当然如果没有干扰的时候越大越好，有干扰的时候呢越接近鸟的大小是最好，会比鸟稍小一点。OK， 好，谢谢。对，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挺普遍的问题。OK， 这儿有个问题说 Nikon 的 Z6II 打鸟好吗？我没用过，我很难说那个评论那个东西。你我觉得，但我有一种感觉啊，现在过去的 D85 好像据说他用的那个传感器呢是 Sony 的，是过去是 Sony 给尼康做的传感器，所以它的那个一般低光性能啊、噪声啊等等都比较不错的。现在尼康现在 Sony 自己做相机无反相机了，尼康呢我觉得处境比较尴尬，实际上是就是它和 Sony 有个竞争关系了，它要进入无反的话，所以现在这个相机我没用过，但是呢可能它还是受的 Sony 的限制，你主要是传感器问题。然后这是Nikon D500有什么评价？ Nikon D500 啊这个D500我有也不等一下啊。D500我用过。那个 D500 呢是一个残幅机的啊，残幅机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原来用 D500 的时候和 D750 同时在用，它和那个它不比 D750 好的太多，
但是呢，它有个好处就是速度快，每秒可以拍一个10个 frame 左右。另外一点呢，它的快门噪声特别小。刚才我提到，我用了在那个第500的时候，就摁下去，它很轻松的，那750啊，就特别响。所以那个做初级打鸟，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再配一个什么那个一个 crop sensor 是吧？这样的话，你配一个 full frame， 大概呢所谓的有效延伸距离可以焦距可以增大一点。当然呢，对画质呢，大概呢不会比 full frame 好750好的太多，但是呢速度啊、噪声啊等等还是不错的。嗯，这个问题是说佳能的 R 那个 R5 怎么样？佳能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看别人听着别人那个用的用户是过热是不是 R5 了，我也忘了，好像就是吧？那个摄像的时候过热现象，所以的话，这个我换一下画幅啊，所以呢，那个呢，我就觉得呢。这个就刚才就回到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像素越高的话，实际上不见得都是好事。第一是用的 resource 比较多了，对聚焦啊、画质都有影响。另外，你的像素高了以后呢，那个散热的每个像素源都在散热，产生热量是吧？要散热。你密度高了以后呢，你产生大量的热量来不及散。平时呢，你要靠着相机的一些冷却的机理，但是呢，超过一定的速度呢，散热量呢也不行，所以就慢慢相机那个芯片的温度越来越升高，你拍个二三十分钟开始就到极限了，一到极限呢，你就没法操作了。到高温以后有几个问题了，一是有可能损了，这它有相机自动保护，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在高温以后呢，对这个化噪声啊，这个是热电子发射，对不对？温度一高，你好多热电子发射，好多噪声就来回乱跳，所以呢，画质不会好到哪。所以一般来说，大像素啊，这些相机呢，它画质都不比那些低像素的好到哪去，一般都是这样的。但后面的完全是靠那些后期的过程，它每一个传感器元素呢，它质量是差了不少。嗯，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哈，也感谢各位的参加。那就晚安了，各位。嗯，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啊，不客气，谢谢。谢谢老师。啊，谢谢大家光临。那我就结束录像了。对，好的，再见。